哎，你好，有创可贴吗？只有这个了。100片，我又不是天天歌手，我用不了那么多。我们这个就按大盒的卖。这个多少钱？35。你还是给我拿包纸巾吧，谢谢啊。幸好没有买那盒大盒装的。喂，程程，咱爸生病了，你赶紧请个假回来看一看他吧。主管，我爸生病了，我能请个假吗？你每个月业绩垫底，这个月业绩奖金全无，就你这样子还请假？你回去陪你爸养老吧。滚滚滚滚滚。喂，程程，我们先去夜店吧，我太累了。海浪大失败，请试图推你回去。姐，回来了。哎，你手怎么了？这么大个人还照顾不好自己？我去给你拿个创可贴。没事儿。喂。刚刚的情况怎么样了？送医院和及时，病情已经稳定了。之前的跟我说，工资和奖金都已经找到银行上了，还能赚来1000块钱，给你爸买点营养品吧。谢谢老板。喂，你在哪？怎么没在家？秋秋，你怎么了？